健康对着长辈来讲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代志。而台南市政府嘛积极甲各单位合作，来打造更加健康的社区照护环境。以前嘛伫咧南区卫生所举办了成果发表会，由着副市长赵清惠代表来体验所得到的丰富成果。所以伫南区遮这个点，就是咱未来专区要来做示范的点。就是讲咱卫生局以后就要有这个功能。来结合咱社区，包括讲，若是讲过去你注射疫苗，再来卫生局，以后咱有健康上面的这些检测，健康的这个促进，拢会当甲卫生局来做结合。那咱即卖就是讲37区，咱希望讲来推动，佮加上咱今仔日有6间的这个社区药局，所以总共43个，这个据点拢会当来做服务。透过最近4月开始办理的台南健康照护计划，现在已经伫咧37个卫生所、甲6间的社区药局建置了总共43个据点。民众将会当透过各种的器材来检测家己的身体状况，相当的快速便利。咱过去是干那量测血压，吼，啊一寡较单向的一个那个检测。啊，咱等下入去看，咱就会发觉讲吼，伊这个宝贝机也蛮足厉害。哦，将来的话，不管是你的肌力，哦，还就是讲，咱若平常有运动，咱的肌肉的这个哈耐力就会增强。那这对老人家非常重要。啊，所以宜家我有设备很多的这个检测跟这个服务啦，好，你做运动的服务。那这个呢，对我们老人家来讲，哈，咱搁有专门的，哦，像讲你做这个，咱若去迄个健身房，健身教练来甲咱教，哦，这个服务嘛是5星级的呢。随着老年人口的比例快速增加，预防甲延缓老化就成为了相当重要的课题。期盼有了照护计划加入，会当为着市民朋友带来更加健康的生活。